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款 IG G3 手机配套。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包装，这手机我们装一下看一下。很酷，后壳采用的是一种发光的工艺，从侧面看的话是有一种金属的质感。边缘做了抛光处理，好，我们一共有五个颜色 ：A 色、金色、玫红色、天蓝色，还有白色。这款手机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韩版，一个是国际版。韩版的特点是它有个天线，用于观看在线电视。国际版的话，包括国际版，所谓的国际版包括港版、欧版，还有其他国家，还有中国大陆的版本，都是没有天线的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它的功能。第一个功能就是智能睡眠。从各个角度上看的话，特别炫。它的表是会一圈圈圈圈转的，它的第二个功能是我们皮套与其他皮套不同的一点，它可以刷公交卡，实际上 MC 卡也是公交卡。我们来看一下读公交卡的功能，它可以读取里面的余额，这是它的其中一个应用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功能，这是一个无线充电器，正在无线充电，正在无线充电。正在无线充电，好。这两个功能呢，其实是现在最新的两个功能，也最时尚的两个功能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皮套的做工，边角很清晰，做工很精美。采用的面料是韩国进口的面料，韩国进口面料与国产面料的区别就是，手感很滑，表面不会脏，还有一个就是耐高温。用开水烫的话也不会有事，还有就是颜色特别的正，这是它的包括里面的做工，青铜孔位的，没有任何的毛边，特别的精美。韩国料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不会翘，这个料的最大一个特点。那市场上的话也有就是用国产料做的，
们看一下对比。这是我们做的颜色，这是官方仿官方的1:1的那个保护套，可以看一下这两个颜色色差，还有做工，包括听筒孔位的做工，里面的做工。